两位代言人先来给媒体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合照一下。我们先让凯乐传一下。人那么好啊！今天在现场呢，非常感谢我们的代言人来到现场哦。那我们今天有媒体朋友先帮两位代言人一起拍一张合照。来，我们先看一下前面要摆一个美丽的 pose， 我们的代言人哦。谢谢我们的代言人凯乐王子来到现场，我们先看中间。来，我们往右边的镜头稍微看一下，谢谢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左边的镜头。谢谢我们代言人，要不要摆出一个跟我们后方那个海报一样的 pose 呢？来看一下，复习一下，我们再一起看一下镜头。有没有请我们的媒体朋友可以先拍照摄影？谢谢，也谢谢现场的朋友。右边，我们右边的镜头。好，我们的中间再看一下。好，再请我们的视线往左边的镜头，左边的媒体朋友。好，我们的眼神稍微往下移一点点，我们前面还有我们第一排的媒体朋友。好，我们中间我们再看一下哦，我们还有第一排，我们跟稍微前面比较蹲坐的媒体朋友，我们的眼神往下移一下。左下角，好，你的画面 OK 吗？换一下动作，好。好，我们再往右边的镜头看一下，我们右边，好。依序到中间，还有眼神往下移一点，中间下方的媒体朋友的镜头。好，左边，左边下方，左边下方。OK， 请问我们的画面都 OK 了吗？既美丽跟性感，不像我挺着肚子来到现场，就胖啦而已。是 baby 吧？不可说。今天重点呢，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代言人来到现场。今天因为等会还要担任评审，因为我们两个礼拜前有相当激烈的厮杀，终于在 A、B 组呢选出各十组。可不可以呢？稍微透露一下，就是等会的评分呢、啊，你会比较注重什么，或是给我们的参赛者再一点提点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子。首先呢，非常开心能担任捷运杯的代言人，然后今天呢，很开心来到这边表演。那之前预赛的一些跳舞的组合呢，其实我都看过，真的都非常厉害。我觉得只要尽情的享受表演，享受舞台，然后尽情享受观众，这样子就 OK。口风很紧，不透露等一下注重什么，尽情享受舞台。那么还请凯乐来告诉大家一些细节，好不好？我觉得。已经是决赛了，所以相信今天的所有的参赛者一定会表现得非常棒，所以就不要紧张，把平常练习的最好的那一面拿出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团体的默契啊，整齐度啊，相信大家今天一定会表现很好，加油！是，再次感谢我们两位代言人，也提醒大家，今天所有的决赛都会在新浪微博的官方有直播，大家拿出手机就可以看到精彩的赛事。那再次谢谢我们的代言人，谢谢，接着我们进行媒体联访。